报告，这个是必点，这边是这个最好吃的。来到日本料理店，总统蔡英文当场点餐外带。 台北或者双北的客人很喜欢的。这个要是游人回来会更忙哎。总统蔡英文到汤圆店享用起竹竿肠和咸汤圆，爱吃小吃的总统蔡英文频频点头称赞，连水饺摊、天妇罗摊通通走过路过没有错过。亲自来基隆仁爱市场走一趟，就是要告诉大家，台湾观光准备好了。相信在稳定控制疫情之后呢，开放了国门，我们整体的社会会迈向正常生活而且这个步伐会越来越快那我们也会再一次的带动新一波的国旅的热潮，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更多的台湾人大家能够来这里走走看看。 来基隆看港口，还有看体验我们阿美族的文化。蔡英文也到阿拉堡湾原住民聚会所参观，听取简报。这个龙目井其实是古迹，那这个过去呢，因为有很多的垃圾啊，还有停放的车辆哦，所以我们把这个井盖，因为这个居民还在用的水哦，所以我们把这个井盖呢做了一些设计，然后这个是融合了在地的一些文化的这一些发展的一些故事，然后做了一些镂空。 的雕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哦。总统蔡英文和基隆市长林佑昌、立委蔡适应一起手作 DIY 之外，也品尝部落美食。还有我们这个最漂亮的是专门交代我们贵宾的席烙，跟那个山猪肉，用马告去腌制的，哦，希望你们喜欢。市长林佑昌亲自示范射箭活动，总统蔡英文频频拍手。 好厉害哦！好强好强！非常谢谢这个头目还有很多助人同胞，他们这几年来跟市政府一起合作，所以初步有一些成果。那特别带总统来体验，然后也希望能够透过总统的加持，让这个部落的未来变成是基隆和平岛地区最棒而且最亮眼的一个。 特色的一个文化观光旅游的地点。我今天到这里来，非常高兴，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里。刚才那个菜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真的，我看过最好吃的那个我们原住民部落阿美族部落的菜，我不晓得会不会对其他人不敬，但是真的看起来是最好吃的。所以我们。 欢迎大家来这里走走看看，跟我们阿拉堡湾文化的聚落，跟我们的族人在一起，一起共同来享受我们阿美族的风情。首次来到阿拉堡湾的总统蔡英文，对基隆市长林佑昌八年经营用心，相当称赞。国境开放后，疫后复苏，台湾拼观光正在全力启动。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